对啊，这个退休了，所以其实你没有这个打算就对了。其实我刚刚讲过嘛，爸爸他这么正解回来的关系嘛，阿公啊，当然现在就是天上的国宝了，但是伊嘛是做了几百岁啊，我这边是几岁呢？我来讲退休，好像言之过早，阿妈当他也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我们的上一代嘛，所以请我们的戏迷放心就对了啦。对，戏迷一定要放心啦，我会尽量，把我的心意贡献在这个录音的口白上面，让它呈现最好，让你们去感受这几十年来的东西嘛，不会轻易说就把它收掉了。深海的规划啊，现在是。还言之过早啊，因为我还是每天都在录音嘛，演戏是我最喜欢的工作了啊，录音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，所以说我谈到退休这两个字嘛，就很刚刚很惶恐，你知道，因为阿公这里这个爸爸会要给你整好一整，爸爸这么马给你整，年纪那么大，他还是在演戏。那我这个晚辈的一下子就要退休，那么刚刚刚，是不是很心里就很愧疚嘛？在我们皇室家族里面，就是演戏啊的家族。那一人配跟多人配，我没有什么争议的啊。一人配的口白，基本上是一种，就是一种传统的保留嘛。那多人配就是一种。创新嘛，但是有时候真的哈，保留跟创新的东西，相形之下哈，保留的东西会更珍贵啊，因为保留的东西随时都会没有。